妈去世了，留下了体弱多病的丈夫和年仅8岁的孩子。志浩读着妈妈留下的睡前故事，里面写着妈妈对他的约定，会在一年后的雨季回来看他们的。本以为只是一个安慰人的幌子，却不想一年后的今天，父子俩真的在轨道里找到了一个女人，一个跟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。好喽哈，这里是你的喵妹小可爱呀。面前这个女人一脸懵，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是谁。志浩一脸兴奋地拿着照片向女人证明他们就是一家人，可佑镇却很慌张，很明显秀雅完全迟疑了，难道她从天堂上下来的时候磕到头了？于是父子俩为了留住秀雅，决定不让秀雅知道她已故的信息，一唱一和地用各种蹩脚理由让秀雅暂时幸福了。失而复得的老婆让佑镇超级兴奋，每天干活更加卖力，看到儿子得到了他爱的一吻，他也好想亲一口。而秀雅呢，虽然失忆，但也慢慢接受了父子俩，每天陪着志浩玩游戏，毕竟也没啥感情。游戏中的秀雅丝毫不退让，各种游戏秒杀儿子。晚上志浩说想念他的炒年糕了，压根就不会煮饭的秀雅只能硬着头皮来一个，然而却差点炸了厨房。等到志浩睡着了，秀雅边帮佑镇敷伤口，边问起他俩的爱情世界。佑镇微微一笑，思绪飘回了那年高中。音乐响起，高中生们纷纷起势，开始跳交际舞。这是一堂所有学生们最兴奋的舞蹈课。有的人会故意跳错，借机换位到喜欢的人身边。而班上的游泳特长生佑镇也不例外，他就想跟全校第一的秀雅一起跳舞。可真当女神站他前面时，他的眼睛就会不自觉地飘来飘去，一个踉跄他踩到了鞋子，连忙道歉时一个起身给了女孩正面一击，他流下了鼻血。就这样，高中3年佑镇没再正式跟秀雅说过话，毕业之后各奔东西，两人压根就没机会发展感情。直到佑镇对他念念不忘，鼓起勇气打电话给秀雅，可慌张的直男开口却是向秀雅讨要当年写同学录时被顺走的笔。本以为没戏，不曾想秀雅竟答应出来见面。那天佑镇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看到服务员戴着同款蝴蝶结，不好意思的扯了扯。这次见面虽然尴尬，但两人的关系也算亲近了许多。佑镇害怕此去一别再无联系，拼命追上了公交车，说出了以后也要写信往来。就这样他们在一起了。听到这里秀雅笑了，原来他们俩的故事也这么有戏剧性啊。那天下着大雨，无所事事的秀雅找到了一间小草屋，看到了很多少女心事，也发现了自己的秘密。那天晚上佑镇的发小冲进家里，撞见秀雅后稀里咕噜的说了一顿好像是见鬼才会念的话语。后来秀雅看见了那本故事书，发现最后一页写着雨季过后就要重回天国的信息，不免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起了怀疑。秀雅不再纵容志浩，慢慢教他煎蛋、晾衣服还有洗头，他希望儿子能照顾好自己。然而佑镇却出现了意外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郊游回家，体力强壮的爸爸一人背起了老婆和儿子，本来好好的，可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就倒下了。佑镇本是一个优秀的游泳特长生，可是一次下水训练他却发生了意外，导致他不能再进行剧烈运动，所以那年他果断跟女友提出分手，他不希望自己连累秀雅。听到这里秀雅的牵挂又多了一个，这样要他如何放得下心离去呢？这天佑镇看到儿子做了坏事，把人家的车给淋湿了，佑镇急忙向人家道歉，质问儿子为何这么做，可之后就是沉默不语。夕阳西下，之后终于开口，因为雨季要过了，同学说他爸爸只要洗车就会下雨，所以他只是希望雨不要停，妈妈不要消失。佑镇很心疼，他好像也无法做到看着老婆离开呢。可离别总有时，秀雅也慢慢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，前往佑镇发小的店里交代了事情，帮志浩过生日，出席儿子的小学汇演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太阳出来了，他该走了，可志浩却叫住了他，尽管不舍得，但秀雅还是好好的跟他道别了，希望志浩可以好好照顾爸爸。当佑镇拼尽全力奔跑，跌跌撞撞来到轨
轨道时为时已晚，只能目送秀雅离开。后来的父子俩日子过得也还不错。那天他在药袋里找到了钥匙，打开了小草屋，才发现了秀雅对他满满的爱。原来他自以为的单恋不过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暗恋，高中时期的秀雅就对他一见钟情。可上天总开玩笑，当他想靠近他时，秀雅总会在他面前出丑。那次交际舞他故意跳错，跟佑正在一组，可偏偏又搞砸了。后来拿走笔的他天天想打电话给他，然而迟迟下不了手，直到佑正的那通电话让他如愿以偿。在分手后他很伤心，非常想要见到佑正。那天因为看到了他的身影，不顾一切的就往他奔跑，可是却出了车祸。陷入昏迷的他一眨眼后却发现自己穿越到了8年后的未来。在这里他知道了自己已死的消息，虽然很荒唐，但穿越的这段时间让他明白，即使是未来他也会不顾一切的爱上他。所以重新回到8年前的身体，在知道自己跟佑正在一起会活不久，如果两人分开也许会有不同轨迹的情况下，秀雅毅然决然地坐火车扑进了佑正的怀里。管他的，只要能多一秒时间在一起，那他也如愿无悔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看着那本日记，佑正明白了秀雅有多爱他。多年后只好长大了，生日那天收到了妈妈的卡片，这是秀雅离开前托付佑正发小的事，他足足准备了好多年的生日祝福。这部电影叫《现在去见你》，打着奇幻片幌子的温情催泪弹，秀雅真的好爱好爱佑正啊，明知道选择跟佑正在一起就会死，却依旧选择了这条路。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小说《相约在雨季》，与日版不同的是它着重于爱情线，虽是改编但更加完美。一生只够爱一人的故事，无论从什么时候看都能令人为之动容。当然这篇也逃不过韩剧定律，生病、车祸、失忆各种套路齐上阵，但好在剧情结构非常精巧，达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哟。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啦，点个赞关注一下好不好呀，爱你哟。